这个岛，然后拿出车特色的。我们的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，那总共要特别谢谢议会支持我们有300万元，那预计有做750对，也就是1500位新人，那在这个做相关的一些检查，那包括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疾病等等的一些部分，那特别是有一个是 SMA 的部分，那我们是用你得做加选的，那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另外再补助1000块钱，那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呢能够呢早期发现，然后做好处理，让我们的这个新婚爸爸妈妈所孕育出来的孩子们是健康的，是优秀的。那这边也呼吁我们的这个刚结婚的这些新婚年轻人，那把握你25到35岁的这个结婚的这个25岁到35岁最佳的这个生育时间哦。那我们已经到35岁以后，那对于我们可能比较会造成不孕啊，或者一些妊娠性的糖尿病等等的这些问题，那也希望说大家都把握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，让你们能够孕育出更加健康的孩子们。是超过我们全国的标准。它重要性的是什么？那重要性的话，它还是在于说我们能够早期发现、早期预防，啊，然后最重要是能够让我们新婚的爸爸妈妈能够安心。对，包括说我们的各项的血球的检验，还有我们海洋性贫血的筛检、肠胃尿液的检验、艾滋病的筛检、梅毒的筛检、德国麻疹抗体，哦，德国麻疹它政府就会起诉你。那这个是幼儿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疾病，也是国内传染率第二高的罕见。那个遗传性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，它会退化，所以要尽早。预计哈，因为今年现在开始已经下半年了哈，那我们预计要做750对，1500人哈。那其实目的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夫妻，我们了解双方的身体健康状况，那可以改变我们改善。健全五星级，阿母小舅来养家，母婴健康好运到晚好运。最后再看看右边，露出美丽的微笑哦。